姐，你们已经很久没看到我了，一年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啊，拍《All Moto》的杂志，然后现在已经是第二套喽。青春洋溢，一个紫色的有点带浪漫气息的泳衣，然后这套呢就属于比较性感的，就是虽然它只有上半身是重点，下半身是蓬蓬裙，但因为它蓬蓬裙中带一点就是微微的，就是蕾丝，有一点小露性感，我觉得这样刚好。喜欢第一套还是第二套呢？等一下还有第三套是在户外拍哦，大家拭目以待。